爸爸，怎么了？爸爸，你不要紧吧？哼，为了杨贵妃想吃荔枝，这帮共使们就好像疯了王似的，到处横冲直撞。住嘴！孩子，你长几个脑袋，敢在这儿胡说八道？怎么不让我当初生一个漂亮的女儿呢？你去回一声，就说我有要紧的事情面奏。是。丞相和三位夫人求见。知道了。知道了，放在外边。是。晚了，你们到宫里来有什么事吗？你们没有事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听说万岁在翠花西阁招幸梅妃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说的是江彩萍？是啊，
听说万岁把翠华西阁都重新布置了，为了江彩萍喜欢梅花，阁里面里里外外都雕满了梅花，连地毯上也特制了梅花啊。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？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了，就瞒着你一个。好啊，他的胆子可真不小。哼，他大概是生了三头六臂了。你上哪儿去？找他们算账去。来人呐！是。掌灯。贺太爷。秘书监夜入宫门，有什么紧急的事情？回丞相，范阳节度使兴兵作乱，现有紧急奏章要面呈皇上。哦，这点小事可比大惊小怪惊动圣驾，交给我好了。交给我吧，听见没有？是。下去。是。臣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为奏请立产监陵事由，查丞相严国忠倚仗裙带蒙蔽圣上，贪赃枉法。高力士启奏万岁。什么事情？奴婢看见贵妃娘娘好像这边来了。啊，贵妃娘娘的脸色不大好，照奴婢看还是请梅妃娘娘暂时避一避吧。好，知道了，你先想办法去敷衍她一下。遵旨。叩见娘娘。罢了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我问你，万岁在这儿你知道吗？在不在？在，在。哦。娘娘，万岁有旨，贪想一个人静静的休息一会儿，不让任何人进去。我也是任何人吗？哼，候着。是。哦，玉环，是你。是我，皇上没想到吧？我还以为皇上在这儿静静的休息呢，原来皇上在这儿看书呢。哎，我刚才是睡过一会儿。啊，我听他们说这儿布置的挺雅致的，处处都是梅花，所以我特地来看看。差一点惊动了圣驾，哼，真是罪过。没有，没有啊。对了，皇上是应该多歇一会儿，让我把床被整理整理，皇上再躺一会儿吧。哎哎，不必了，我已经躺够了呀。皇上龙体要紧，御医不是说皇上要多歇着吗？哎哎，玉环，玉环。哎，玉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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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坐呀。谢皇上，可是臣妾该走了，
刚才臣妾怕皇上一个人在这儿太寂寞，所以才急着赶来伺候皇上。既然好，你先回华清宫去也好，朕在这儿看会儿书，一会儿就过来啊。如此，臣妾告退了。罢了。对了，看见这儿的梅花，臣妾倒想起一个人来。谁呀？就是我们那位饱读诗书、广有文采的梅花仙子啊。啊？你说的是梅妃呀？对了。啊。皇上为什么不派人把她接到华清宫里来陪陪皇上呢？朕。皇上是不是怕臣妾不高兴？既然如此，皇上偷偷的宣他到这儿来，难道我就会高兴了吗？玉环，哼，玉环，都是朕不好，没有告诉你。哟，皇上是一国之主，宣个妃子进宫，何必要告诉臣妾呢？可是，江彩萍，你有胆子到这儿来，为什么要躲我呢？玉环，玉环，玉环，玉环。杨玉环贬出宫去，交给他的哥哥杨仙。请万岁息怒，别气坏了圣宫。娘娘为止也是出于一时气愤，望万岁开恩，让娘娘到别院反省一下吧。不用说了，是用不着你劝，真是无法无天。我已经打定了主意，不再进宫了。不再进宫？你这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吗？就算你真的跟万岁爷怄气，也不应该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放弃了荣华富贵呀。是啊，再说万岁瞒着你招幸江彩萍也算不了什么呀。说得对，人家既然已经叫你给打了，你的气也该平了。万岁在气头上不得不这么做，其实你回去向万岁赔个不是也就没事了。我没有错，为什么要赔不是呢？虚心媚举换来的荣华富贵又算得了什么？可是不用说了，我决定一辈子不再进宫了。我看你刚才说的都是气头上的话，也许过些时候你想明白了就会。我已经想了一夜了，难道还不够明白吗？我说不去就不去。啊，玉环，放开我。玉环，我用不着你们劝，也用不着你们管。玉环，放开我。你就算不进宫，可千万不能。不要说了，
也让他们知道我杨玉环不是招着进来挥着进去的人。玉环，你无论如何臣方才所禀句句事实，贵妃娘娘还说她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都是万岁所赐，所以她只能将受诸父母的青丝一缕献给万岁，用酬万岁待她的恩遇。启万岁，以奴婢之见，娘娘确实念念不忘于万岁对她的好处，而万岁茶饭不思，也未能忘情于娘娘，不如请万岁收回成命，派奴婢去接娘娘回宫吧。你们先下去。遵旨。下去吧。是。
翡翠琴一样的芙蓉帐，一样的芳香。高将军在，奴婢高力士恭请圣安。平身，谢万岁。万岁有什么旨意吗？奴婢遵旨。国中，你作威作福，欺压百姓。今天给你抓住了，有死而已，用不着你多问。你们锦衣玉食，花天酒地，我们做牛做马，没得吃，没得穿。你杀了我，可杀不尽天下的百姓，总有一天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啊！你们管什么了？管什么了？嗯，今天下担当得起吗？不想活了，不想活了！嗯，哼，受惊了没有？还好。走。启万岁。奴婢已经亲迎贵妃娘娘奉驾回宫，现在宫外候旨。宣她觐见。遵旨。宣贵妃娘娘觐见。宣贵妃娘娘觐见。宣贵妃娘娘觐见。杨玉环叩见万岁。平身。谢万岁。
贵妃。万岁。玉环。三郎。都怪朕吧。唱一遍。参见丞相。秘书监匆匆忙忙，有什么事吗？大事不好，安禄山起兵作乱，虎牢关已经失守了。边关叛变乃是常事，何必大惊小怪，惊动皇上呢？再说安禄山，呵呵，朝廷以后路用他，他非但知恩不报，反而兴兵作乱，这种人是天理不容，人情莫顺的。朝廷上就是不发一兵一卒，他也会自消自灭。秘书监以为如何？丞相说的是，
不过，不要说了，我自有办法。下去吧。是。节度使安禄山自称大元皇帝，拥兵造反，安得部将史思明攻陷虎牢关，东渡洛阳，相继陷落。国忠，臣，你做的什么事情？虎牢、东渡、洛阳相继失陷，怎么事先连个信儿都没有？禀报事晚，臣罪该万死。你。将军于世民、龙虎将军陈元礼叩见万岁。禀报如何？哥舒翰兵败，潼关失守。啊！国忠，臣武士，臣罪该万死。不过臣一事顾及万岁的安宁，算了。潼关失守，贼兵立即威胁京师，安宁在什么地方？你说，这，请万岁圣裁。万岁，安得造反，震动京师，杨丞相欺君误国，臣请圣裁。万岁，杨丞相以武军情，坐视容机，请万岁圣裁。现在不是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。万岁，不要说了。国忠，即刻调各路节度使亲王，传旨下去，弃守京师，从长讨匪。遵旨。万岁，弃守京师，岂不要震惊天下吗？
除此以外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右将军，臣传旨下去，禁卫军增援前线。遵旨。陈将军，臣龙骨军护驾，辅国军断后，即可起驾西出。遵旨。你们，你们都下去准备吧。遵旨，万岁，万万岁。叩见万岁。
第二个，第二个，怎么，就一勺啊？你什么脑袋？别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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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吵！安静点，兄弟，我们是人多粮少，而且是丞相的命令，谁又不想多吃一点？是。这是丞相的命令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？丞相夫人他们吃的是什么？我们吃的是什么？我们一路上吃不收饭，为了什么呀？为了什么呀？谁害我们离乡背井，妻离子散？谁呀？关于粮饷的问题，我会替大家想办法解决。你们千万要记住一句话：家贫出孝子，国乱显忠臣。所以，不管是哪一个违抗军令、扰乱军心的，立斩不饶。什么事？高将军，军士们的粮饷不足，所以请高将军到前站的官府去想想办法。好，我就来啊。交给我吧。是。哎，刚才外面吵什么呀？哎，兵士们长途跋涉，又饥又渴，脾气未免暴躁了点，为了伙食跟伙头军吵了几句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是不是为了伙食不好啊？哎，在这种时候有这样的伙食已经不容易了。哦，可千万要给他们吃饱了呀。奴婢知道。不用倒了，我不要喝呀。从这儿到西蜀还有好几天路程呢，而且臣妾听说此去都是山路，万岁要是不把身体治好，路上可就更辛苦了。好，你先把它搁在这儿吧。万岁还是趁热把它喝了吧。御医们说这药是安神养心的，万岁有两宿没有好好的睡了，来喝了吧。苦口利于病啊。对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，当初朕要是听了，
道朕在垂老之年还要受这份罪，连累大家跟着吃苦。别想这么多了，好好的休息休息吧。休息休息，陈将军有什么办法？在咱们丞相德政之下，普天下已经是民穷财尽了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分到粮饷？除非咱们丞相大发慈悲捐出来。可是他会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在他的眼中，咱们连他们的看家狗都不如，你们知道吗？刚才我们几个亲眼看见他们拿大鱼大肉喂狗吃。严重了吧？我们弟兄们长途跋涉保护皇上，忠心不二，你怎么可以含血喷人，说我们造反呢？你是个区区的校尉，敢在我面前这样的无礼，这不是造反是什么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哼，人都在这儿呢，丞相有什么话吩咐我们好了？陈将军。尉迟将军，陈将军、尉迟将军，就算让你叫来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弟兄还要跟你算账的。对，每位丞相骂我们、打我们，我们都没话可说。可是你克扣了我们的军粮，弄得我们连粥都没得吃，我们不会饶了你的。你平时欺君害民、贪赃枉法，已经是罪无可恕了，现在又逼反了安禄山，你知道多少人为你家破人亡，多少人为你吃苦受难，多少人为你天下的人恨不得吃你杨家人的肉，挖你杨家人的心。如今你穷途末路了，你还作威作福，拿肉喂狗，让我们饿肚子，你太没有人性了！你。Thank you.
行家作恶多端，罪孽滔天。各位大人不是不知道，今天晚上我们弟兄们除恶务尽，不杀死贵妃誓不甘休。你们敢不听军令吗？请大人原谅，等我们除了贵妃之后，情愿承受军律军令。对。贵妃娘娘，弟兄们，刚才侍女们已经告诉我了，你们的意思我全明白了。可是，我要求你们一件事。求你们什么事情？请你们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向你们求命的。你们知道吗？万岁已经整整两晚没有睡，所以我求你们不要惊动万岁。现在有一件事是我不明白，国家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如今安逆谋反，攻陷京师，你们正应该肩负起为国干成的大任，共御寇仇才是。为什么要将这有用之才、精锐之气来对付我这么一个无辜的女子？娘娘，您的话像是很有道理，可是娘娘，你曾经想过吗？安禄山是为什么会造反的吗？如果要是杨丞相不是嫉妒他重兵在握、权势扩张、横加压制的话，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请问，这是谁的过错？对，这是杨丞相的过错。可是杨丞相已经给你们杀死了。这不单是杨丞相的错，祸有祸首，罪有罪魁。杨国忠以隐薄无度的市井布衣，贵为权重一时的丞相，这又靠的是谁呢？对，谁呀？好吧，只要你们肯在我死后效忠皇室、保护万岁、悉姓巴蜀的话，我绝不吝惜我的生命。是，我希望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伺候万岁睡着了，而且我用不着你们动手。
赵玉环。做梦，我这是在做梦啊。做梦。我好像梦见跟你在骊山别宫，我谱了一个新曲子，那调子，美极了。唉，这样的日子恐怕不会再有喽。会有的，万岁洪福齐天，暂时的灾难很快就会过去的。但愿这样。刚才是附近的百姓，他们知道万岁在这儿要来叩见，兵士们不给他们进来，他们就吵起来了。百姓是好百姓，兵士都是好兵士，只是皇帝却不是一个好皇帝，害得他们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万岁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都怪臣妾依宠侍教，不是见证，是万岁荒废朝政，疏远国事，大臣们趁机争权夺势，才引起了这场灾祸，万岁因而受苦，实在是玉环之过呀。 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争权夺势不错，利禄熏心是人所不能免。等祸乱平了，我这个皇帝也不想做了。把皇位让给太子。是的，这样我可以专心一意地跟你在一起，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一向就喜欢音乐，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我能够摆脱一切去研究音律词章的话，我的成就一定不会再做一个皇帝之下，你相信吗？相信。可是我还要补充一句，那就是在我研究音律词章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你在我的身边，你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，没有你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万岁！玉环，怎么了你？万岁待我太好了，我太高兴。玉环，刚才我还在想，像我这样年纪，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，如果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陪着我，万岁，臣妾永远陪在万岁身边。请安心休息吧。
娘娘，还有什么话要吩咐吗？高将军，在。你是万岁跟前的老人，最知道万岁的脾气。以后，只有你可以照顾万岁。万岁。千万不要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要知道，神州亟待匡复，一郎烟必须扫尽。这样，我虽死九泉，也就甘心瞑目。奴婢遵旨。这金钗是万岁与我定情时的戏幕，请你传给万岁。奴婢一定照办。娘娘，娘娘要奴婢奉承给万岁。娘娘啊，娘娘在后院已经跪遍了。
哇！